接下来是由世界上最顶尖的钢琴家所组成的钢琴四手联弹，他们拥有世界顶级水准的技术，世界上最充满活力、最有音乐性的四手联弹。他们今天要带来的曲目是德布西给钢琴四手联弹小组曲的第一乐章和第四乐章，让我们一起欢迎他们。